重点在心啊，不在怜悯。苏炳亚光人买过拉，其实我从那边领悟一些，不过他的方法，我不可以讲，我不尽同意。我跟他曾经有三四年的很密，每一年过年我都跟他吃饭，每一个礼拜跟他吃饭，从那边我得到很多启示。哦，他的坚持，他的方法，我们要有改善。他呢，就传承在不靠后方，我们下一代会更好。来，立正，我叫起来。啊，考证下没有？啊，去不去？然后晚上吐气，尤其咱呐，即马咧用 Facebook 啊，就发电脑上去报告，我觉得这个蛮棒蛮棒，真的。即句话春轮，捌听过嘛？吼，园长，这等于春轮。春轮。春轮。春轮啊。春轮。春轮，春轮，单位咩个真好，但是他这个经验累积的这种智慧。这句话是谁跟我讲？庄书记，我就慢慢领悟。他还在吗？还在啦，还在啦，到第四回啦。但是我就唔敢个建议啊。你哪边个讲？我讲我听啦，告诉啦，做。我足惊讲有钱人啊，有名的人，下面做个大家误解，华为啊，人误解，我就做艰苦哩。其实咱真单纯啦。啊，为什么我们误解？我们做不到嘛，我们做不足嘛。啊，不就是讲吼，里面脑筋都是。留下那一种传统的思维嘛，就这样，大概都是这样，好不好？立正，拉高，吸气，它正有那一条呀，往后面，晚上，阿妈出来了，干那秋尾出来名，啊，规身骨都无出来，干那延展，往后面，晚上，你让我感觉。晚上吐气，好难哦。吸吐吸吐，这吐哪法？啊，开成眼药，啊，说不，开成药了。吐纳。吐纳法，吐纳。啊，你也赶快就这个有结果，然后拍掉。啊，这个伸展，就是讲脊椎归位。哦，这个是庄书记跟我口述。啊，家己领悟慢慢领悟，但是就安尼做。做几三五个就好啊，好不好？就这个那么简单。啊，那是这条，它的功能会加倍，几倍就是看你怎么做。啊，作为我做这条啊，有强大意义。啊，我下去发去，啊，不要问啊。啊，我刚刚问过八百块，那叫，真侪你搞忙忙的，都唔知点解你就玩到的，我头先讲的，爱有仔还是见得钱，这是本业。卖，无可能，绝对千五块以上台，因唔是面粉钱，也唔是。我两讲唔是，我一个唔知咩样讲。好 ，OK， 来，入嚟，这就是王永庆的毛巾操，从他这边延伸过来。你会发现全身的肌肉都拉大。然后你觉得怎么样做？刚刚的原则原理延伸，然后你就可以大转几十度、几百度，安尼来，后来你看了，你家己去抓啦，所有仙姑拢会去甲抓着，扳筋就对啦，拢会去扳筋。你看，我若原来才有天有伊的时吼，拢唔免出力，哎，咱扳倒落来，哎，来这过，哦，才有在抓着筋。按压起，我这里都轻，全身肌肉不要你出力量，因为有它的辅助，跟你的转向而拉到拉筋的功能，这就是它的原理。啊，拉筋功能有什么意义？就是咱在做运动啊，上后固定的一个动作，你会积压一些离离扣扣下物件嘛，碳酸啊离离扣下，它就是能把它排除掉。啊，你排除掉，你就解放，解放以后。你就被积压变成一个癌症的人，腰椎间的积压，然后，这对去啊，反正你感觉舒服的，但是唔能讲哦。我开始的时做一步，后起来就会平的，
因为你会不平衡嘛，啊，要小心。啊，一天做几次就够了，不一定每天做。当你觉得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做。上安尼就好，咱就年纪拢有必要用啊。啊，我是真的，我是最大收益，我一直个被推倒，啊。然后多拍打，啊，拍打的几个动作，咱不在意嘛。加接着说来，唔能怕加哦。接着说来，后背打包框，后背直高一点，压一压，拍一拍。压一压，你会酸的地方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样我都会抓一抓，压一压，会生，啊，自己生自己一生，那就真的有效。啊，这一方面就要我们那个林先生哈，啊，林先生啊，林和健啊，他是得癌症已经几十年了哈，到现在还活着哈，问他，下一次他会上来演讲，好不好？来，李记。生生的说的比例，这些人想重要。酸痛的时候，啊，有时啊，你拿家己吼笑回对不？叫恁另外一半，还是男朋友、女朋友，给你记，安尼压两下会酸，还是需要更压啦，好不好？但不会压太久。这个一个地方，第二个地方是这个地方。我觉得打拢怎样，但是原理大概不尽相同。啊，你今嘛记的是耳甲按电管给你吼。生了酸的，就是你要压的。这挤压最严重的是这个地方，还这个地方。好啊，你来落来，可能这个颈椎这样，你也是搞不好就嘛颈椎，你看遐背景，我反正按下来好办。反正这个是他的原理，那我们不需要用字，没有很好。啊，两下，你门前上个文件，我就能够在马达去。好，然后就是下场。下来你改啥？淋巴结收窄嘛，淋巴你改一级，好吧？你改一改一级啊，就这样子，很简单。啊，腰部、背部的话，就是酸痛的话，那用这个收窄当肩呢。好，啊，挤压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我用的。脊椎底下对不对？啊，你腰底下对不对？啊，叫肌肉嘛，肌肉的两旁用这个肌，这块靠这种，你可能没人体会，而且。等那边气了，然后往后面一压，慢慢压。这几天我觉得才有感，这点五好。我综合三个重点，哦，我就先跟各位大家传递。啊，这波，刚刚这波嘛，唔拉去开，唔拉过来。啊，我想，唔是我去讲，叫治疗。啊，后来他教我这一招，有效。啊！就后来用那句吼，那字啊，搏起来，啊，就是你的脊椎归位。好，谢谢。